好的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，我是武德秀郎。今天这期视频呢，我们还是来玩这个骑马预砍杀二，然后来做骑马预砍杀二的火枪模组。这边应该过不去，这是个山吧。然后呢，说到这个火枪模组呢，我已经做了两期视频了，然后我还要再做一期视频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重要的模组一定要介绍三遍，对吧？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关于这个模组呢，我就介绍一个，算是两个兵种吧。这两个兵种呢非常的牛逼，也很傻逼。那这是什么兵种？这个就是散弹枪步兵啊。那么视频开始之前呢，视频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，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可以不可以给我来个一键三连，支持我一下。然后呢，我们就直接来介绍这两个兵种。首先呢是这个瓦兰迪亚的散弹枪手，然后这是他的骑士兵，这个骑士兵属于贵族兵种，所以很难招募。这个才是我们的散弹枪手，最高级的步兵。哦不，他应该叫做霰弹枪手啊。之前我说散弹枪说习惯了，所以，哎，那我们就直接看看这个霰弹枪手的武器啊。他的武器呢就是这个铜制手炮，威力高达270，精准度是100，而且还有这个爆炸的效果。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和他非常相似的一个兵种啊，他拿的这个呢是精致手炮，这把枪的威力呢只有200，比较一般，然后精准度也是85，相较而言还是不如我们霰弹枪步兵的武器好啊。再来看一下他的这个盔甲，他的盔甲不用说了吧，他穿的这个是板甲，对吧？在冷兵器时代，板甲算是盔甲当中的巅峰啊，所以他的防御力大家都毋庸置疑啊，在数值上的防御力略高于帝国的鳞甲。然后他还配了一把双手剑啊，这个双手剑还可以，所以我觉得这个霰弹枪士兵呢，近战也行，远战也行，远近兼备啊，所以他呢很牛逼啊。然后就是这个精锐炮手啊，精锐炮手他是帝国的士兵啊，然后他也属于霰弹枪部队啊，他拿的这个武器呢，精致手炮和精锐霰弹枪手的精致手炮一样，所以他们两个的伤害都一样，不同的就是他们两个的盔甲。帝国的霰弹枪手的盔甲呢稍微弱一点，这就是他们的区别，其他的呢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的骑兵啊，这几个骑兵呢也是贵族兵种里的，看着他的武器装备就感觉像十字军东征时期的。除了板甲之外啊，板甲应该算是中世纪后期了吧。大家来看一下他的最高级的骑兵啊，他最高级的骑兵头盔有点搞笑，怎么会这个样？他是不是上厕所的时候都要低着头弯着腰过去啊，然后才可以啊，大的小的一块开始造。但是我还是感觉他还是有点奇怪啊，有点那种埃及法老王的感觉。最后呢再来看一下我的这个部队啊，我的这个部队就这个样，一共有134个精锐霰弹枪手，然后精锐炮手有21个，整体的骑兵加起来呢不超过30个啊，一共25个。然后我们再走一支军队和他们开打，那就不多逼逼了，让我们开始吧。不知道为什么我打他的时候他会这么开心，那我就让他的笑容一直保持下去，让他的笑容呢更加的灿烂。好的，那么我们进入了战斗啊。你说这种场景多好，这种场地我看着就很舒服啊，这种开阔的场地能够非常清晰的看到对面军队的军队的位置。哎，我操，我这个马有病吧呀。让我们的射手呢派往这边来。对面的部队呢，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是不会过来的，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，可能他们的指挥官的脑袋被驴踢了吧。就任意让我们在这里输出这个阵型呢，让我们的部队呢保持这个散阵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这个
霰弹枪部队啊，它的伤害有爆炸效果，如果打到我们自己的部队呢，直接死一片。哎，这就是非常傻逼的地方。Fire！ 听到没有？这个震撼的效果，它的这个声音就像原子弹一样。哎，但是我们没有杀他一个人啊。有句话说得好，一阵操作猛如虎，一看战绩0-5。啊，离得太远了，让我们的军队再往前一点，再往前这么一丢丢。哎，我就害怕他们骑兵冲过来，冲过来我们就完蛋了。不知道为什么骑兵很容易就冲阵呀。啊，他们也开始冲锋了，不要着急啊。我们的骑兵呢在后面等候。他们怎么又停了呢？就想让我们在这里任意输出。你看前面有爆炸的效果，但是很遗憾，我们依然还是一个人都没有杀死。好的啊，已经有伤亡了啊，他们又冲过来了。哎，这个时候我们举枪射击。Fire! Fire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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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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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舒服。哎呀，我操啊！在进行一轮射击之后呢，我们就让他们停止射击。为什么呢？还是因为我怕他们的这个炮啊能炸到我们自己人啊！哎呀，我操！爽不爽？好的，停止射击，停止射击，停止射击。哦不不不，射手停止射击，所有军队冲锋啊！哎，射手要是忘记停止射击了，完了，他把我们的骑兵都给干死了。哎，我操，这么疼，减了44滴血。这个霰弹枪部队呢，有一个缺点就是敌我不分。怎么个敌我不分法呢？给大家来看一下。知道霰弹枪手为什么这么弱智了吗？你看我死的这些人全都是他们杀的，真的是敌我不分，自己杀自己人呀，也包括你自己，你自己也会被干倒在地。甚至霰弹枪士兵呢会让你明白什么叫做翱翔于天际。当然这是霰弹枪部队最傻逼的地方。然后其实他的攻城战还是挺不错的，还有就是战斗的这种效果，对吧？它有那种爆炸效果。你只要呢把它的阵型给搞好，当对面的部队呢靠得太近时，就停止射击，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伤害。所以你要把霰弹枪部队呢运用好才可以。运用好了呢，你可以大杀四方；运用不好，你也可以大杀四方，只不过杀的都是自己的军队罢了。所以怎么用？都没有关系，对吧？那么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我是武则笑狼，喜欢的话给我个一键三连吧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